你看到我，你就无想要记着我，你惊我念叫我？唔是啦，其实你爱念嘛，唔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啊。你之前无破病的时阵，你就真爱念啊。所以你怪我。雅欣姐安怎讲啊？你敢真正有在跟洪家昌在交往？唯一唔免改变状况的，就是恁这中药。哇，卖过恁吗？但是去做检查会当得到希望，这嘛是有价值的呀。因为阮丈人中风啊，真够中风，该替伊六西六尿，真正受到麻烦的。什么麻烦啊？你亲家叫你照顾你，进前你犯这么多错，我一直拢替你担去，伊即马需要你照顾哩，你哪有够麻烦啊？哥，你肯定钱，拢是我唔对。这间公司是唯一会当予伊希望的所在，不管偌困难，我绝对拢袂放弃。我相信嘉龙哥一定嘛跟我同款。你的头壳顶吼拢是乌云呢，啊，敢有一个待嫁新娘参照你同款啊？你100%得了婚前恐惧症。我是把伊当作政治现金尔，绝对无其他想法。对手若是甲条仔甲拔好，咱就白富啊！我个这厝啊，了之未掉。我真感谢你吼，对天父安尼用心栽培，一直为着心目中所敬爱的爸爸，伊真正的拍拼。所以我这都做老爸，我感觉足安慰，嘛是足光荣的。爱你的心，打开等待的窗门，轻轻将你揽，望你疼惜阮一生。甘风吹散你温柔美丽的长头毛，世间上美的嫁妆是接受。甘愿将我的人生予你打算，不免荣华富贵换来成婚做海誓山盟，只要用心对阮做阵行日用爱做会想，无论人生的风影予我什么的理心。